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要来上电。更新，我买。还有这边，我再买。反对，更新，买买买，剑霸争夺战一样更新，还有15万呢，这根本花不完，12万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角色，剑霸，心脉全满，直接升星，最强剑霸了。1234567894936。上电，全部更新。再升级，好，老爹的剑霸越来越强了。然后，赵牧，扭蛋机。一样疯狂开抽，很少人在用剑霸哦。老爹却是一直扒着剑霸不放啊！剑霸就是帅，剑霸就是屌，剑霸就是狂，剑霸就是帅，没问题。继续诚心，疯狂开抽。我要把我的剑霸用得越来越强哦。好，再抽个10次、9次、8次、7次、6次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觉醒精华，角色，剑霸。应该都是蛮觉醒的、哦。84，哎呦，刚刚好哎，刚刚好哎，我跟剑八真有缘啊！哦，多4个，好，没问题。这样老爹的剑八就很强了。应该，如果花姐用到7星。还会再更强哦，花姐7星哦，角色花姐上7星，差252个碎片，252。花姐，好了，我要打造最强剑霸了。角色，
这件才行。好，这样我的剑八应该就最顶天了，顶天的剑八，请用所有全部三级的剑八，各位观众，见过没有这么强的剑八？来，剑八争夺战，剑八争夺战，当然要放我们的剑八哦，来。挑战第一名的苏打绿，没问题。让各位见识一下全衣服最强的剑八到底有多嚣张。来，有没有看到老爹的剑八？就是这么强，对面的上帝老板两个拐杖，春水三连斩，卯子花裂补血，白衣虎97万，哎呀，好大的皮箱啊！100万，好，再来，有我的剑八在哦，一切都不是问题啊。哇，全部都被禁言哎。好，老爹剑八五连斩，对面怎么那么硬啊？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？好，卯子花裂又补血，尼禄一个大招，380万，还撑得住啦。我的庆典一户从头到尾都被禁言欸。好，没问题，夜一梦两个南瓜。老爹的剑八180万，就是这么狂。可是好像打不穿呢，靠腰，好像打不穿，有机会，再来，对面三连老板再次两个拐杖。我敢说啊，我这一支应该是全服最强的剑八啦，满级半，应该没几个人像我这样练剑八吧？好大的皮箱啊！靠腰，老爹的剑八 is dead， 那也得。好了，第一场输掉了，我们看第二场。Hit to cup 130万，三个大西瓜，没问题。老爹的男人520万，应该是没问题啊。好，对面的一户613，好，对面的小户六个难爬，撑住，应该是撑得住。好，没问题，六个打四个啊，别丢脸啊。好，瓶子增值一个降怒，春水四连斩，三连斩，好，大西瓜，蓝染的气还不够哦，
不过这一把看起来是赢定了，赢定了。第三回合，好，蓝染大力点。靠腰不吃饭，不过应该是赢定了，我们一直都没有躺下去哦。七点一五，六百一三，我怎么被晕到三只啊？怎么那么衰啊？糟糕，有点危险哦，撑住。撑住啊！靠腰，怎么会输掉啊？大西瓜，好了，这一把又输了啦。看来我们还是跟他改一样的阵容好了，改一样的，这个实在这么强啊！来，老爹看一下，商店老板，如果我换个位置呢？换个位置试试看。有时候阵容克制的问题哦。我们的这两队交换一下，然后。啊靠腰，玩到一件布阵了，怎么办？哇，我按到一件布阵了，完蛋了！好了，老爹来改阵容啊！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！我靠，一件布阵也能赢？